到底在打什么小？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到底在打什么小？等一下，你们两个在干嘛？哎，等一下，靠呀，怎么会长这样啊？这么队友都长这样啊？你在干嘛？这么没情感细胞？河南开高热，爽就站起来啦！不是侄子啦，后来是外甥啦，是外甥，不是侄子。我后来那个亲戚计算机打一打，发现我记错了。为什么公益假投就要跳，其他三分角假投都不用跳？因为公益的假投冒点就是假投那一拍啊，是外甥啦，外甥。私生子乱讲，人家国中了耶，靠腰，怎么样？出什么啊？出什么啊？来啊！我要池上，我要池上。哇，收抢这只哦，有料。这样很麻烦哎。那我出这只帮他扑球好了。帮他扑球。我老婆的姐姐的小孩不是侄子吗？不是，不是。老婆的姐姐的小孩是外甥。哎，不要不要，你不要那只啊！你干嘛？不要想不开啊，兄弟！等一下。不要不要，やめて、やめて、やめろ啊啊！怎么队友都长这样啊啊！欸，我们这把阵容好像要输了，欸，又要输了。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回那个啦？回殿堂啦？啊，好可怕哦！啊，怎么每一把小五都在对面啊？小五好像是鬼在玩呢，欸。殿堂欢迎你，好欸。跳了，好，我要竟然被骗跳。天才，鬼扑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打什么东西？哎，等一下，打什么东西？靠腰，竟然被截球干！到底在打什么小？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到底在打什么小？等一下，你们两个在干嘛？哎，等一下，靠呀，怎么会长这样啊？等一下，哎，你不是九绝吗？你在打什么小啊？不是，你给我干嘛？看看，好乱哦！这些人到底在干嘛？哦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嗯。怎么队友都长这样啊？帮你移卡，帮你移卡，移卡哟！哦，好诶，好诶！马格雷纳鲁克，有了，踩到了，踩到干扰了，这么近啊！我靠！哇，这两个。他们毫无战术可言，欸，他们战术就是一直突破，一直耍，欸，耍宝灌高猴子，哦，可以后撤了，老哥，哇，完了，被盖了，鬼扑，鬼扑，哇，这把直接吃了五层老师体验卡，可以，可以啊。哟，这把我来 C， 你们两个就搞吧，我来 C， 我直接吃烂五成老师体验卡。哎，歪了，本来想说八了，欸，为什么这工程动作怪怪的啊？我是不是要去帮他空接啊，还是怎样的？我需要去扒空接吗？没关系，我扑，我扑，来兄弟，不要怕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出什么破？等一下，工程不要，工程，干，啊，为什么队友都长这样啊？没关系，我来 C， 自己盖自己铺自己捡。不要不要，你要被截啦！你要被截球啦！你要被挖啦！啊啊！
快点，再来！你在干嘛？这么没情感性！你在干嘛？这么没情感性！系统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你都不给我，给我啊！我也能进攻的啊，我也能的啊，帮你分担一点力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看呐、啊，为什么是转给他、啊？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他要漏了啊！哎呀，吸不动哎、欸！好了，靠你了，猴子，靠你了，去吧，猴子。有了，晃倒了，有 ，OK。你这体验卡很到位、欸，连空间扣篮都还原了，确实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抓到机会了，抓到机会了，哎、欸，不要！我干，等一下，靠腰。去吧，去吧，猴子，去吧，去吧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有啊，被抓到了，靠腰。不可能吧，不可能吧！有我的板，可以，我再把自己吸。哇，不要，怎么是这样啊？不要不要！干，这把好像在打巅峰哦。啊，那完了，他被挖掉了。啊啊，这两个人，这两个人。哎、欸，工程不要，工程不是，等一下。我觉得等一下要被逆转。有，哦，这好球，四秒钟啊。四秒钟哦，猴子关键超绝，哇吼！这场看来猴子还算正常人，但工程就不太正常。有咯，哇，一定要这么 C 才能赢哎，你看看，一定要这么 C 哎、欸。灌高场一定要这么 C 才能赢哎、欸！武藤老师体验卡，哇，超难打，偷走一头猪，好玩游戏啊！天哪、啊，太困难了，太困难了！武藤老师体验卡，吃好吃满。那工程到底来干嘛的、啊？靠腰哦！猴子有秀爆吗？刚猴子一开始也在搞，好不好？猴子一开始超搞，我都不知道他在玩啥小。有啦有啦，至少我们有一把精华可以捡了。干发疯精华，那这把直接那个血压飙高哎、欸！八颗地板，请问主播是一直在地上等球吗？对啊，差不多。我刚刚就一直鬼扑。